两队成功的防守，张常宁，想打双篮网得分。 一比，被球石平彤哑火了，那这个队伍确实这球不好打。好球！哦，这个球打斜线，嗯，这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。传不错，哎，先球给助攻，被传，好球，也是一条直线，嗯。 好球，又是一条大斜线，这球还是起球了，毛毛掉掉，对，因为他现在高度，这个又是一个吊球，哇，你看一下，这一波进攻，江苏队完成了三次吊球，是。比赛场上的话呢，如果是对方进攻特别好啊，被打死倒是问题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就是这种拍拍打打吊一吊。 好球！哦，这个球后排攻，陷入也是非常的刁钻。这个打两人拦网的结合部了。好球啊！这球其实调整的很困难了，还是能够直接得分啊。你看这一球其实盯狭隘也过来并篮。是，这其实形成了一个三人拦网。好发球，直接垫过网了。好球，孟姜宇。 抓住这次方范的机会，开局江苏队2-0领先。部队对他的这个拦网直线放的都是非常大的，漂亮，孟姜宇，一传很不错，哎呦，好球啊！对，到位球跑动战术出来了。